朱丹主持活动叫错陈立农名字，陈学冬登台后点名错误，朴实话语鼓励获赞暖心。众所周知，朱丹是知名主持人，曾经和华少是搭档，现如今华少已成为业界的金嗓子，主持活动几乎从未出错。然而朱丹却错误频出，在颁奖时朱丹将陈立农名字叫成了赵立农，并且是连续两次，陈立农则表现出良好的教养，被叫错名字后尴尬露笑，却未曾打断朱丹。之后陈学冬谈及自己的过往，并将话题引导到每个舞台都允许你犯错，都允许你去绽放。朱丹则接话提及包容，真的感谢每个人的包容，包容让我们越来越好。无疑陈学冬此举是安慰鼓励朱丹，并给予很好的下台阶，获赞暖心。虽然获得了陈学冬的鼓励，但依照朱丹此前曾发布三条微博为叫错名字而道歉的事情，相信此次朱丹依然会发文致歉。相比于上次的严格致歉，不知此次会是什么样的形式来做声明，引人关注。